哎，你干啥呀？你在这儿？你这是来找我的吗？你是卫生纸啊，我来找你。那你为什么突然间冲进来呢？我要上厕所。那你进来就别出去了。你快起来吧，小舅。哥。哎。我没完事儿呢。我知道你上厕所上厕所呢啊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。我没有油，快，没有油，我没上完呢，你等我。啊，我知道。妈着急了。我好了，我上个卫生间啊。等我一会儿就过去啊。你是不是有病？我他妈整死你！为什么要整死呢？多薅一下，给我薅一下。别膈应我，亲。走。哎呀，你立着呢，这么大，没事。哎，我合上了。咋了？走，你刚才跟我哥在厕所干嘛呢？我没去厕所呀。什么厕所？嗯，走。那你跟谁去厕所？我厕所还能俩人一起去呢？你不像你们那样上厕所也约。走。走吧。走。你怎么在这了？这个你嫂子闺蜜。快点吧，你别给我整那个表情。这怎么呢？今天你在这干啥呢？这是我设计的。什么？我设计的。哎呦，这除了你一般人应该设计不出来，整挺好。反正咱来不及了，谁敢花钱找他设计？走，咱先走了啊！你先忙吧。回见啊！行。我操，这谁呀？长得还得托关系，对吧？